大家好，我是爱元神，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地下剩余进度九宝箱十二潮汐质疑不漏三宝箱明朝 1.3 一条龙黑海岸全地图宝箱物资箱观景点全收集解谜黑海岸全岛太提之谜。地下探索度同样的剩余的需要你完成剩下的这一个这几个挑战还有这个什么约兰的战术测试全部完成之后就可以达成百分百的探索度。这次漏掉的三个宝箱我们先打开小地图来到黑海岸群岛地上枢纽的传送点。传送点出来之后在我们的南方向小地图下方我们朝这个方向往前然后在我们的左前方有在我们的左侧有一个特别长的楼梯。我们先来到特别长的楼梯的这个入口处来到它的下方然后在我们的左前方这里能够看到一个电线杆子一样特别长的一个柱子。然后在它旁边有三朵花三朵紫苏然后给它香酥给它拾取之后出现一个宝箱接着我们打开小地图来到黑海岸群岛地下爱多斯之境的传送点传送点出来之后我们往前一直上楼梯之后一直往前走然后翻过前方的这个墙这个小墙翻之后继续往前就这个方向不要换然后一直往前走然后再翻然后往下看然后下方有一个海岸这里在下方海岸这里有一个宝箱一道惊喜好拿完这个宝箱之后在我们的面前还有一个小岛如果说你的手机看不见你就朝这个方向南方向小地图下方的方向游过去慢游不要快游就这么慢慢的游过去然后我加加速好游过来之后就能够看到这个宝箱让我们打开这个宝箱